那很所以我们以后的儿童在这上面走，所以大家坐到上面去都。咱斗南哈，斗南火车站跨站式的这个工程哈也即将完工哦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多年前哈，透过我们的蔡东富议员还有张家俊委员哦，我们共同争取是希望啊后站也能够有一个门面哈啊，能够让我们乡亲就近方便，甚至带动我们后站哈啊这几个里的一个发展哈啊，让我们地方能够繁荣起来哦。那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啊木已成舟了哈，那我们只能哈就现在目前跨站式的一些建设，那我们希望增加哈一个停车场的啊这个容量哈，让我们乡亲更加方便哦。再来，我们希望增加这个绿美化哈，整个艺术造景的部分哦，让这个火车站虽然它已经变成一个哈啊，只是透过挂站式哦啊硬体的这个建筑，但是我们原本哈这个火车站本身的一个啊这个门面啊这个啊风景哈，或是它的这个景象哈，都能够哈让我们乡亲来到这里哈非常赏心悦目啊，来坐这个火车了哈，那也能够带动地方的这个观光休闲的发展哦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哈我们台铁局哦，那总工程师啊，我们的高总工程师啊莅临，还有我们啊嘉义公务段的郑段长哈，共同来跟我们地方来座谈了哈。那非常啊感谢我们所有里长哈啊，跟我们镇长以及我们议员哈，都共同关心地方，所以他们也来表达他们意见。那我们希望总工程师回去能够转达哈地方的这个需求了哈。那县政府哈站在地方的发展哈，我们向中央提出了意见，希望中央也能够重视。